我现在财务公司欠的钱还要他还，我还是男人吗？不管你是不是男人，你们是一家人，一家人钱就是夫妻双方的。是字面上的理解，分开居住的意思，还是法律上有什么含义？其实我也没了解过，不过我听说，可能分开一段时间以后，就自动离婚了吧？你要是有感觉，你也可以争取啊。中天娱乐台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，新居。